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32集啊，上次不小心多跳了一号。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做这一款是遗产系列分支出来的极速星系列。啰嗦，这一波推出了5个这个等级的玩具。那之前只给大家做过宇宙飞碟那一款非常的抢手，那么第二个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这款啰嗦了。那么它的造型的话呢，看上去呢，我觉得好像是没看过的造型，但是很快就有网友跟我说呢，哎呀，这个其实是 SS86 里头的这个啰嗦小力做改模的。那我们就实际上来对比一下，两者最主要的差别还是在车子的头部。那除了车头部之外，还有这两侧的造型啊，相对应的人数的手呢，造型也会有一点变化。那两者谁比较好看？这个没有一定的审美标准啊。但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这一次的造型呢比较侵略性。那武器的部分，还有这个小配件的话呢，两者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暂时的呢将这个武器都给取下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更容易去对比到本体之间的差异了。长度的话呢，先前的 SS86 呢大概多了前面蓝色这一节，然后整个车子的分色来说，这一次的极速星版本感觉比较丰富一些。啊，对了，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打开啊？啊，这里，哎，这里，座位啊，忘了把它给打开了啊，差一点又多骗到几个弹幕了啊啊，这个，那我自己来看的话，这一次的造型主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多了2个轮子的这个造型在这儿。那玩具一样没有附带任何底盘的轮子，所以它是不能推车的，靠的是这个非常平滑的脚底板，就站得非放置来讲非常的稳。那从后面来看，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以分色来说，这一次的一个引擎啊什么的啊，包括上面反差比较大，是白，这个是靛青吧，然后银色，整个看起来我会比较喜欢这一次的版本，但是呢，摸起来的触感，我必须要说，先前86的版本要好上很多，这一次的塑胶摸上去呢，有那么一点山寨的感觉。不是非常的光滑，各位可能从画面里头都依稀的能够看得出来啊，有一些，就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摸起来的感觉，加上在变形的时候呢，有一些关节的推移的部分呢，确实是比较松的，甚至有一些零件的喷溅的状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可以说在做工上啊，相较于 SS86，我们这款啰嗦呢是明显的有退步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极速星系列，啰嗦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部这个地方给解开，它有一处、两处，还有底部这个地方，一共3处的一个组合卡扣，必须把它给松开啊，整个给松开来。然后呢，这里就要提一下了啊，这一片部件的话呢，这里一样先松开。好，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松开，这一块部件啊，我们先把它折过来扣上。这里啊是一个 C 型扣。这一片塑胶，这一片，应该说两片塑胶，比起86的塑胶来讲，软上非常的多，真的软上非常的多。它甚至有可能在把玩的过程中呢，就不小心去喷溅了啊。那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呢，记得给解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的话呢，把这个腿给打开。那这个腿的话呢，扣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紧的，那不一定能够顺利打开。那从这个地方再把这里卡扣一样给松开。松开之后呢，腿就可以整个放下来了。放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盖过来，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扣上，脚放下来。那么这一侧的话呢，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啊，这里把这个地方给打开来，强行的给打开。然后呢，整个腿的话呢，从后方这里翻出来。这一侧的腿呢，多了一个这个部件，它这个尾翼的部分，这一样扣上去，脚恢复到原状。然后呢，这个部件啊，原本椅子这个部分已经推进去了，我们再把这个胸口推过来，推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手臂往上面推上去，往上面推上去，然后呢，我们只需要转动这个手腕这一节，整个转动过来，然后推过去，后方的话呢，有一个卡扣呢，把它给扣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转过去，那这里有一个卡扣嘛，在这儿，把它给扣上去。好的，尽量把它给咬合上去。其实它这个咬合的话呢，它是要
到这边之后它是勾进去的，所以你这个手要转过去，这边也是一样。那最后的这个背包的部分呢，它有一个双动关节，调整一下这个双动关节，把这个整个背包那个凸塞进背部里头去，那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极速星系列啰嗦的一个变形过程。那我们把武器的部分呢先顺便一并的给放上去好了啊，这里扣上去扣紧一点。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髋部啊非常的松，不对，应该是大概就是有一个小孩子那种松紧度，经济状况大家只能养一个小孩。然后整体来说我们先对比一下好了，86好了头雕最大的不同，它这个头雕是 IDW 的风格，然后可以侧边看到这个有这个小翅膀的这个造型，这是 IDW 漫画里头啰嗦经常有的一个头部的一个造型。哎，你看这个髋部真的是非常的松。再来是它的一个肩膀这个地方造型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裆部都有些细节上面刻画的不同。可以说除了两条腿跟小臂之外，大部分的造型的话呢都是已经有做了变更的。那你从后面来看这个造型的话呢就相差的更多了啊。这个背部我觉得我是还蛮喜欢的，那硬要说的话呢就是透明部件就没有了，你看这个它后面有个很漂亮的透明部件，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就消失。但是呢它的一个眼珠子啊，这个颜色也是涂得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它的这个头雕如果你觉得似曾相似的话，是啊，是的，在非常久远以前这个时候的 Deluxe 等级是这样子水准的那个等级，经典 3.0 时代啊，我也有一款这样一个啰嗦。那这个头雕的话呢我稍微转侧边给各位看一下，让各位做个对比好了。这个头部这个造型，这个一翻过来就是非常的接近，你看都是有个翅膀的一个造型。那两者的话呢是使用了同样一个头部，然后先前的造型可能更加夸张一点，那这一款的话也很好看。应该说好像经历了这一款之后吧，就啰嗦再次使用这个面雕也只有这一款了。但是呢它的面部呢是有涂漆的，而在变形的过程中呢各位应该也知道它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盖过来啊，在变形的时候大家就小心一下啊，毕竟这个人物真的是头雕是好看啊，是靠脸吃饭的。那肩部的造型呢也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整体来说虽然是一个同样的模具去改的，但是呈现出来的感觉还是相差很多，从人形跟载具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做工可以说是退步了非常的多，这个髋部非常的松弛，还有塑胶感觉摸起来跟86相比是有一个还蛮明显的差距的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在节目里头跟各位提一下，喜不喜欢就端看你个人了我的话呢是觉得这个头雕是还蛮有这个价值的了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